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今天奥特之父赛迦奥特曼和奥特之王又给我们带来奥特曼的泡澡球玩具。这一次的泡澡球里面都有哪一些惊喜人物呢？分别有泰罗奥特曼、赛罗奥特曼，还有罗布奥特曼两兄弟，而且还有两个黄金的版本。那我们会抽到哪一些惊喜人物呢？让我们用热水把泡澡球泡开，来看一下里面都是哪一些惊喜人物。先来放下第一个泡澡球，好香的苏打味啊！水面冒出了好多紫色的泡泡。接下来，让我们来放入第二个，把最后一个也放进去。泡澡球溶解之后出现了三位奥特曼，奥特之王获得的是罗素奥特曼的惊喜人物，赛迦奥特曼获得的是赛罗奥特曼的，奥特之父得到的是泰罗奥特曼的惊喜人物。哎，他们身上的人偶都不见了，这是发光的泰罗奥特曼，还有可动的罗素奥特曼，太神奇了，挂在奥特曼脖子上的迷你人偶都变成了发光的奥特曼和可动的奥特曼。哎，好像少了一位奥特曼呢。哦，出来了，原来是可动的布鲁奥特曼月水形态，他的战斗姿势好酷啊。那这里面的奥特曼人物，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记得给我们留言，如果喜欢，可以给我们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